明晚十点，初恋那件小事。其实你应该转系的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，建筑系有我舍不得的人。你是不是喜欢下面的？我怎么可能喜欢夏淼淼？你不觉得她又蠢又笨吗？我不觉得。从我认识夏淼淼第一天开始，她既不蠢，也不笨，而且是那么的可爱，又善良。明晚十点，初恋那件小事。